Hello，大家好，还是我。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是小米刚刚发布的小米五 C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外观啊。然后我身上正好只有一部这个 S7 Edge，只能拿这个手机来对比一下大小了。这个小米五 C 它的这个屏幕是5.15英寸的，然后呢，我先点亮屏幕啊。然后跟这个 S7 Edge 呢，咱们随便对比一下，大概就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尺寸了。然后呢，它正面是2.5D 的一个弧面玻璃，底下它是 Type C 的数据接口，上边是带红外的发收器，3.5毫米耳机接口，后边是它的这个摄像头，带 LED 闪光灯。整体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薄厚呢也是非常薄的，这个我仔细看一下，它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还没有凸起，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按键呢是在右边，前面呢是正面的这个指纹识别，正面的指纹识别和按键。目前用的是基于安卓6.02深度定制的这个 MIUI 8.1的稳定版系统。这个单手操作还是非常舒服的啊。行，大概就这么多，手机也没电了，然后我没有下载什么软件，待会儿出去拍拍样张的时候再给大家发一些其他的。